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钟，墨尔本12月份的记录现在开始。这个是后院。首先，这个一大丛的这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叫 Rodeo 的 David Austin 玫瑰花，它的春花开完了，夏花在顶上有一点。然后我的老公没有戴黑领的话呢，我今天要做这个工作。这边就是种在盘里的这个Margarita， 还有就是这个鸡小菊。这个 Elite 的牌子一般般。哦，又要下雨了。然后这个Coral Mist。在墨本的话呢，我这两颗呢就是观玉菊都长得好好的，还在开花，但是在墨本这两颗呢好像就要死了。然后另外的这个吊钟花还在等待它的位置。这些有些菜的这个花挺有趣的。还有蓝莓，这两颗蓝莓多少年了不知道。但是对，种蓝莓很划算，推荐大家种。然后这个mandarin 一般般。然后老公在这里种了这颗是以前的薄荷，还有各种的小花，上次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花，还可以认真的学一下，反正 cornflower 啊，什么其他的 dragon 什么看一下名字，学一下，它的名字叫做Snapdragon， 挺有趣的啊。就是这些一大盘的小花，然后还有就是人家送给我老公很多的那个cherry tomato 的苗，它都种的密密麻麻的，其实不是很好，但是没关系啦。然后我先生就是喜欢把这些叫是什么 carosite， 还有什么snapdragon， 他喜欢这样把一排的这样子直直的种，挺有趣的。应该是把它这里的我们家的种的番茄开始结果了，这几颗大的番茄藤，还有柠檬树。还有就是这边的瓜还是草莓raspberry 在这边长 raspberry， 所以我老公来淋水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摘几颗 raspberry 来吃。虽然的刺比较厉害，但是还是不错，这颗就挂了。所以呢在墨尔本这边挂的会比较多一点，挂掉的，因为毕竟我老公不像我就是花比较多的精力，他喜欢玩游戏，和孩子一样都是喜欢玩游戏。哎呀，狗现在因为我们在后院种花，他喜欢来到前院做他的厕所，挺麻烦的。这个就是 Rosemary 种在这里， Rosemary 是很值得种的鲜花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小菊花。这颗的叫什么Double Deny 在这边有花苞。 Double Deny 这个位置不算最好，但是呢也 OK。 这颗的应该是粉冰川是吧，然后这个是白冰川是吧。你看我老公都没有戴 heading 的话，我要做这个工作。然后这个就是唯一的条纹叶迹，不知道什么名字，花不大，夏花都不大，春花更大一点。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鼠尾草，这种挺有意思的，挺漂亮的。这些月季花在这个位置开花不算太勤快，因为不是最好的阳光，那这边的话阳光就会更好一点。现在
因为没有 deadheading， 他们的下花就是会慢一点。所以呢，等我今天 deadheading 之后呢，它会开得更快一点。可能我14天的假期，还能可以看到他们开的这个第一轮的下花吧。还有，哦呦，这个鸟拉屎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玫瑰花。所以玫瑰的话呢，真是越是修剪，它越是长得快，长得好。这个的鼠尾草，在我的乡下的话呢，这个鼠尾草就被其他的植物盖住了，但在这里呢，它就是位置很好。这个鼠尾草，还有另外的也是鼠尾草，这是，虽然都叫鼠尾草，但是呢，样子很不一样哦。看红玫瑰，好漂亮。这个的玫瑰花开花的时候我总不在，所以呢，这个可以，不知道是不是 Lady of Sherwood。这种鼠尾草真的很值得种，你看，很可爱，叫做 Hot Lip， 可以多种一点，种在一排，这样子的话就很那个，很醒目。这种的鼠尾草可以做插花。啊，天竺葵长大了，然后这棵的位置是最好的，所以花开不断。两棵一起种的这个叫什么了？passion fruit， 一棵长得这么好，一棵长得，所以呢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这个白子莲，天生天养，不是我栽的，原来就有的。好了，继续看一下我最爱的龙沙宝石，这个后院现在暂时先这样，因为就是还要等银行就是保险把我们的那个排水系统要弄好，所以花园现在先不管。好，这个是奶油龙沙宝石，现在早上9点还没有阳光，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温室啊什么的挡住它，所以它阳光会比其他的位置要少一点，没关系。两颗奶油龙沙宝石种的稍微有点近。这颗哇，这个是粉色龙沙宝石，开完花，阳光最好，环境最好，所以呢，这次回来假期还要给它安装一些很好的硬件。这颗也是粉这个龙沙宝石。所以呢，两颗奶油龙沙宝石，两颗粉色的龙沙宝石，这一颗叫做发的梅兰，梅兰爸爸，梅兰公司的业绩很漂亮，因为毕竟是法国，有法式的那种优雅。这一颗的叫做 Monita， 我没看到啊，有，开花的样子，它就是爬藤。有点像蔷薇，这一棵的苗不咋地，伊丽莎白，所以都差点要淘汰了，有点像我乡下那棵和平，也几乎要淘汰了，但是它很顽强的长了一个墙笋，所以呢还走着瞧看看怎么办，就是把它掀起来。还有这个 Mother's Love， 是梅兰公司的吗？ Mother's Love， 那些都是六个星期前买，跟我老公去捡漏，就是买回来，这个好像花苞打不开。红龙，这两颗红龙，买的时候已经有花苞，这么矮矮的能开花，但是呢好像就是长势不佳。这里 Boysenberry 三颗也是 berry 还是挺不错的，我老公来就是做花园淋水的时候可以摘来吃，还是挺有趣的。这种叫什么，叫做 Petrulica，这个好像我以前小时候
经常种过的一种像多肉的指甲花，叫做Petulica， 挺喜欢的，可以多种一点。哎，这个的草莓，这个 Boysenberry， 看那个梅子挺漂亮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等它成熟。另外的那个叫什么 berry 呀、啊？看一下，也是 Boysenberry。然后这个是我老公种，分开种，这个是黑色的 ，Natalie Carey， 然后这个是 Boysenberry。梨树的话，虫子比较多，这个李子树，乡下的这个李子还没有熟，这里的话呢，熟了没？也是没有熟。还有就是 cherry 樱桃树上面有一些虫子，还有这棵的柠檬树、枇杷树。好了，就是总算六个星期没有看的花园一次过，今天好好的看看一下，然后接着这个周末继续干活，在乡下打理花园，回墨本也打理花园。花园真的是很容易消磨时间的地方，好像一下子一天看看花，然后就是过去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soon. Thank you.